四季第13集第二節，應該是最後一集嘅咯喎。我哋第四季我哋之後再見唔到大家咯。第四季之後，因為再下個禮拜喎，可能唔知咯。好，第五季唔知啦，呢啲一個謎嚟，冇錯。好啦，咁啊，哇！你收唔收到音啊？盡量啦，應該收到。係啦，咁我哋因為講咗咩咧？套戲就係其實暑假上畫嘅，係啦，咁啊，咦唔係暑假係十月上畫，因為其實係我生日咁上下時間你無啦啦話俾人聽是生日做咩？我哋會理㗎，但係做乜嘢啊你？你見唔見到個錘仔？我原本係諗住萬聖節去玩㗎。蘭桂坊嗰啲叫咩？叫咩？偽毒美女殺手雷神，每年都做，真係今年太多嘢做啊！好咁啊，好。見到呢個雷神坐咗喺中間，點解講雷神啦？咁啊，台頭有兩件嘢，細細地，又係雕像喎。喂，都係新公司，其實上次介紹過佢嘅 Batman 公司嘅系列，咁今次咧就係呢個 Marvel 嘅系列。Iron Studios， 咁啊，巴西廠啊。巴西品牌啦，巴西品牌，巴西品牌應該都係係內係啊，內地廠啊，應該內地生產咁樣。好啊，咁啊，其實本身我諗即係譬如 Prime One 啊，咩 XM Studio 啊，都係裏邊都係國內生產嘅。出一比三、一比四咧，即係你都幾吃不消嘅。咁但係你話突然之間 bang 一聲，有間巴西公司投資呢個一比十細細粒嘅雕像，究竟有冇市場咧？擺台面嘛。倒翻轉頭講句咧，佢可能係個拉伸就係得翻呢個 size。啊，咁啊係啦，一比九啊 K 啦，都俾人一比六 HT， 一比三四就真係 XM Studio 啊嗰啲。因為佢就算佢譬如雕像咁，佢都有唔同嘅 size 去賣。咁你可能甚至乎 CM 同埋寸數或者比例咁，可能中間再揾一啲方法令到。咁你阿迪士尼再揾啲方法去開多條水咁樣，逐個 CM 計又得，英寸或者係其他嘅方法去計又得。咁總之就依然有廠湧入去幫 Marvel 去出呢個嘢啊嘛。唔係，咁你見到呢間佢可能其實佢個拉伸係有機會。薯片底底。係啊，佢個拉伸係有機會，其實係貨佢嗰個係巴西啊嘛，咁可能係嗰個本土嚟。哦，即係呢個本土嚟，我哋水貨又擺喺度。唔係水貨啦，係咪會唔會水貨啊，會唔會係？哦，行貨嚟啊！行貨嚟啊！咁咪即係因為呢度有人代理咗啦。係。喂，呢個係。好硬啊！好，咁啊，頭先我見你撚嗰兩隻嘢嘅咯喎，有咩 comment 啊？喂，咁其實而家呢類雕像咧，以往就真係手挑啦。咁好講嗰個雕塑家係點樣嘅水平。咁而家好多時會出現一樣嘢，就話攞電腦數據，不直接係做咩？就係可能係攞套電影入邊嘅數據，或者佢自己係用電影裏邊嘅資料，佢用CBrush 或者係 Vform 咁，大部分都係都係用，即應該大部分都係用 CBrush 多 ，Vform 都比較少。咁啊去做翻呢樣嘢。咁因為 Hawk 係其實佢係全 CG 噶嘛，出戲入。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每一格都可以攞翻出嚟噶嘛，係咪？係啊係啊，其實可以咁樣。佢可能就係俾一個係佢凍喺度嘅，咁你咪自己扭姿勢咯。我轉一轉角度啦，不如。因為今日就冇咗嗰個轉。乜嘢都冇，今日話俾你聽，乜嘢有人唔記得帶嘢啊？喂。真係冇怪你嘅導演。係啊，我哋冇怪你啊。唔係，今日有冇阿的嘅玩具喺度啊？有啊，好似一陣，順便攞嚟玩下。係，咁啊太好啦。啊，咁啊睇下佢其實都陰影啊，啲細節滲線啊，舊法啊，睇下睇唔睇到雷神嗰把劍咧？嗰把劍係金屬噶，佢兩把劍係金屬噶，頭先戴雷神一摸就知啦。同埋本身個斗篷咧都係布製，再加鐵，再加鐵線嘅。係嗱，嗰把劍嗰個質感都幾得意，做得幾好嘅。係啊，因為可能金屬上色時候本身已經有個 texture 喺度。啊，咁我差遠少少，今次套雷神咧，即係啱啱上畫嗰陣時都好評不絕。過癮啊嘛，爽啊嘛！但我睇完我真係唔開心，哎、我真係覺得麻麻地喎。點解咧？難道你中意上嗰兩集？我中意第一集嘅，真係即係雖然打得少，但第一集佢係純粹交代嘅，係即係起碼你將個成個角色即係雷神好熱好成好立體咁樣同你塑造咗出嚟。雷神其實基本上喺嗰個世界觀裏邊，其實佢只不過一個係縱壞咗個細路。其實係咁樣。但第三集，但反而第三。太娛樂啦，係即係，但係嗱，佢都有交代翻。你諸神黃昏，唔係當然，你其實成個編排我唔敢講話有問題嘅，咁但係洛基嗰個
角色同埋性格就好唔貫徹之前嗰兩集咯，因為佢本身係應該係好用計謀、好陰沉嗰啲人嚟，變咗個小丑，係佢真係變咗，佢真係變咗係一個鞋角，係啦，佢咪貫徹咗本身洛基係嗰個神靈係一個類似啲龍神嗰類，即係中意整蠱人，整蠱人嘅佢本身就係嗰種咁樣嘅角色，所以咪覺得賴嘢咯，同埋真係可能喺表達上咧。同我有落，即係同 expect 有落差，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落差就係 Hawk， 我覺得係明顯弱化咗。佢都有諷刺翻喺出戲入邊，佢自己都唔信噶嘛。係佢，你同佢講話，我贏咗你，我贏咗你，跟住話冇啊，即係好現實咁。咁其實成套戲咧，你見到雷神咧係咁多套 Marvel 裏邊咧，佢係轉變最大啊！第一套嘅交代式嘅劇情啦，第二套我專登係走翻去英雄，因為佢係。Dark World 嘛，即係其實佢係黑暗世界，即係英雄式嘅嗰種打鬥啦。跟住就係佢如果再重複嘅話，就變咗一係就第一步，一係就第二步。咁第三步就變咗跳咗，因為中間最主要係因為多套 Galaxy 套戲，Galaxy 套戲咧令到佢哋嗰個導演，即係嗰班演員覺得係你點樣爆咧，即、就、係、是、你拍三集喎，咁啊成個。風格都同埋佢兩個呢兩套戲開始會接軌啦，即係佢同加丁立迪加時嗰啲角色開始會碰頭啊嘛。因為佢係佢鬧佢臨尾彩蛋嗰度係佢鬧翻佢出嚟，係啊，俾某軍發到老年公園，跟住就撞咗埋佢哋艘太空船度。係啊，話不過呢個就即係題外話，我幾期待嘅呢。不過咧，其實嗱，雖然咁講啦，即係大家都同意呢套係一套唔錯嘅片，拍谷片係啊，唔錯。但係咧，我又覺得有一樣嘢喎，其實講個故事嘅含義咧。其實呢一套戲的含義是很寫得很出和是很立體的，他就是說即是作為一個統治者，你那個著眼點究竟是個國土啊，你的力量是由國土來的還是人民來的呢？那其實到最終他是才當他覺醒到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民、的時候呢，他才是他取勝的時候那個機那個那個那個順應了這個諸神之黃昏，即係一種佛家嘅，佢有時可能係有啲如果信玄學嗰啲咧，譬如話啲流年嗰啲會睇到噶啦。通常就話你嗰年可能係有啲咩損傷咧，譬如去洗牙，即係有啲嘢叫應咗件事，係即係應咗件事光你就係啊洗牙啦。所以就冇隻牙你想講。係咪佢其實係所有佢嗰個國土啊？佢點樣應咗件事？總之應咗，即係總之話，總之話啊，係啊，應結，總之就應咗啊。OK。咁同埋其實成套戲裏邊咧，好多嘢都好有趣。佢啱啱入咗個鬥獸場裏邊咧，其實原本成個古仔咧應該係哭嘅，唔係科嘅。哦，即係漫畫入邊。係啊，因為成個古仔係哭噶嘛。Panda 哭噶嘛，好似叫。Werewolf Werewolf。係。OK。咁啊，將成個故事就變咗放喺佢度，同埋嗰座塔裏邊咧。是有四個好勁嘅，其中一個碼頭嗰個咧，係其中一個雷神嚟噶嘛？哦，係係，但嗰個名字我唔記得咗。總之就雷神啦。係啊，總之就係雷神啦，個樣係馬噶啦，咁係係啊，因為好勁，所以奧丁就做咗個鎚俾佢，但個鎚係一邊好似係斧頭，一邊係鎚嚟嘅。好，咁啊睇翻只嘢啦，咁啊或者我諗講雷神先啦。雷神戴呢個頭盔翻翻去，其實都係嗰種叫做系个唔系罗马嘅，佢系北欧噶嘛，佢其实系嗰扎维京人嗰啲款嘅，即系嗰啲咁样嗰类型咁款咯。但系点解会剪咗头发？就系原来系个主角佢话个演员就话我唔想再长头发，所以就系咁样剪咗，系啊。睇睇个收音系咪仲系有问题啊？有好似有观众话个收音有问题，其实收到，不过系好似拆啲系。好啦，咁啊，繼續講落去啦，咁啊，我盡量大聲噶啦，我哋應該係 OK 啊 ，OK 啊，應該 OK 啊，聽到啊嘛，係，咁睇埋先，雷神咁講咯，係咯，其實嗱，我自己就中意套戲嘅，係，即係我覺得一來雖然係鞋脆化咗啦，尤其是洛基啦，係，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將佢兩兄弟嗰、那個。個故事好似都交代得幾好，尤其是即係你佢點解洛基會變得咁即係個人咁走咗去呢個暗黑暗面咧？其實因為雷神細個時候成日蝦佢，一二集都有交代嘅，一直都有講佢係恰佢。Avengers One 都有交代嘅。但係其實係兩個人嘅對話裏面咧，其實係包含咗好多嘢。譬如話漫畫裏面係有隻雷神嘅青蛙，佢係用對白去講咗嘅，即係變咗佢做青蛙啦。跟住仲有係當中其實好多嘢透過兩個人嘅對話去講翻曬出嚟。咁同埋話開頭嘅時候咪有個拐杖嘅，咪飛咗把遮出嚟，其實唔係拐杖。嗰個都係漫畫有。漫畫裏邊其實佢係佢俾將個靈魂係
控制咗入個凡間呢個人間體裏邊，佢變身就拿住碌木刀，佢變嘅只不過變咗白遮。咁啊，當然啦，去到阿奇異博士嗰度，成間屋爛曬嗰度都幾好笑。啊，呢個角呢出戲咧，其實我覺得最搶都係個奸角，即係佢家姐咧。係啊，即係唔知跟住仲會唔會出，因為Hot Toys 就快會出啦。咁但係就冇咗長頭髮，一個個都話其實長頭髮最索，冇長頭髮。冇錯，係。但係同埋加翻上去啦，同埋反而擔心會唔會走數啫、哦？你諗下走數 ，Virtual 消失咗啦，話出影都冇。哦，唔會啩？嚇，冇收訂咩？佢開收訂㗎啦，應該。唔係，影都冇出過。哦，係 ，I'm so sorry 啊。OK，OK，OK。Anyway， 所以我哋講翻呢度先。係啦，因為講 Hella 嗰個其實仲有嘢講嘅，因為嗰個係原本應該導致到有 Avenger 第三集嗰個應該係佢。梗係啦，大佬死亡女神。係啊。邊個溝死亡女神啊？就係 Deadpool。呢個，所以其實啱啱有人你有咩超能力啊？你有咩超能力啊？你有咩超能力？即係嗰種，就因為有人嚟成間公司買戲咗，所以有機會會出現有啲嘢。咁如果其實如果你話嗰個地台嚟講，我反而點解唔整鬥鬥場咧？直接我反而覺得咧，其實佢可以喺呢個係咪其實一個輸陣嗰種，即係以前咪好興嘅兩個。但係佢又冇個平面喎、啊。但係都得嘅，你可以當得唔得咧？唔得唔得喎。其實佢可以借個地台咧，做少少起即係起伏位咧，變成一個輸架係嘛？其實 OK 喎、啊。其實我覺得係佢應該做鬥獸場嗰啲咁嘅地咧，我反而會似翻佢兩個係嗰個打，而家就變咗好似普通嘅岩石地就。我係呢度比較扣分啲咯。如果係即係嗰個同埋係你講嘅輸立頭先嗰樣嘢，不過我覺得佢嘅有啲單薄嘅，因為如果淨係咁樣靠嗰啲夠力係嘛？係啦，嗰件事係。不過以個造型嚟講就已經幾正啦！你話如果即係 SHF 個樣可以做到呢個樣咧，贏曬啦，係啦。喂，咁兩樣嘢嚟嘅，咁一個貨個出貨量唔同啊嘛，係啊。咁啊，其實你話好多好特別嘅嘢講雕像其實冇啊，你第一眼望埋佢個動態 OK 就得。拜嚇。係啊，咁但係反而我覺得係即係雷神就個比較企得穩陣嘅，咁但係我用雕塑嗰個方式去講咧，其實隻哭咧係有少少偏咗佢，即係唔係企得唔夠？係啊，企得唔係好夠穩陣，我感覺係有少少偏咗佢一邊嘅。或者我當佢動態，即係直頭係。其實如果佢唔係佢，如果係咁樣會好啲嘅。嗯哦，係啊 ，balance 嘅問題係啊 ，balance 嘅問題呢、這個係咁。如果係咁樣樣，嗰條軸心上，我諗唔係，因為佢唔係接地已經係貼住，地台係貼住噶嘛。係啊，即係可能咁樣樣，咁樣樣就會好啲。不過而家呢一套雷神嘅產品即係已經有開台就有啦 ，SHF 又有啦，即係有呢啲。但係咧個個都係即係啲咬牙切齒嗰啲好狠嗰啲樣咧。但係出戲入邊佢好逗趣噶嘛，即係有少少搞笑。其實都係搞笑。我想即係如果譬如即係放我哋呢啲係中意呢一套戲入邊嘅雷神嘅，中意種輕鬆搞笑嘅咧，冇一個產品係可以帶到呢個 feel 出嚟㗎。係即係冇一個最快啲輕鬆嘅樣。係咯。有啲可惜嘅，你話譬如 Hot Toys 啊，或者其實我想買翻嘅，因為我係中意呢套搞笑戲嘅。咁但係冇一個產品係俾到嗰個 moment 嗰種 feel 俾我咯。即係其實佢一開場都已經係好輕鬆。你記唔記得佢咪有兩個女仔咪揾佢影相嘅？影完相之後，咦阿珍飛咗去，跟住咩我飛去，即係嗰啲即係成套嘅由開場就已經係一種好輕鬆嘅，所以係一個幾舒服嘅爆谷戲嚟。即係我成日先覺得係咪因為好多即係品牌咧，佢哋去買拉伸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冇睇過出戲嘅，大家都冇因為冇機會睇到，可能就係有資料，所以就一個數據嚟嘅啫。咁因為你咁樣睇嘅時候，大家就覺得應該係啲好兇狠嘅，大家喺度劈嚟劈去。咁變咗出咗個產品之後，發覺大家都 miss 咗，哦，個出戲原來都唔係咁嘅。係係啊，即係有另外一面嘅。係咯，即係可能雷神長頭髮唔知係就係著住嗰件，可能係俾多套就係佢連服衫嗰種。你俾個開心笑樣我咧 ，sorry， 我真係唔會買咯。咁啊係。唔係，但係佢戲裏邊佢係一個好温柔嘅。係，但係所以我咪話，即係你俾個開心温柔樣，如果你有個我就蝕價咯。如果我做個產品係一個雕像嚟嘅，係雷神著呢套衫，但係係嗰個正係嗰個 moment 咧，講嗰個話咩I know him, he's a friend from work 嗰個表情啊，跟住你擺啲牌喺度，你又可以寫你自己中意嘅對白插喺隔離咧。哇，好玩啊！呢玩係正。嗱，所以啲生產商咧，其實 so far 即係點解要睇玩具 TV 咧？呢啲咪即係但係唔使錢就好咗俾你咯。唔係，但係因為佢嘅情況就應該係攞個拉伸嘅時候，佢應該係唔知所有嘢。係冇錯。係啊，但係嗰句説話真係好搞笑。因為嗱，佢有個故事嘅喎，佢呢個説話咧，其實係咧，當佢哋Avengers 唔知係宣傳嘅時候咧。
嗰時未拍嘅套戲，咁佢哋咧訪問加，即係佢哋一班明星同埋導演咧，佢哋喺嗰個唔知類似首映禮嘅時候，有一個細路仔即係埋嚟影相，咁佢就話啊，我哋將會有一套戲係雷神同埋有變形合衣㗎咁樣，咁佢話啊，唔知如果雷神見到變形合衣嘅時候咧，佢會講句咩説話咧？咁個細路仔就講咗呢句説話出嚟，而佢就係。100% 原裝咁樣將呢個細路仔講嗰句説話搬咗去個電影入邊嘅，但係佢都講得好搞笑，係啊，搞笑。跟住你同埋，咁同埋你睇到話阿洛基個樣係，即係嚇，所以我好想有一個雕像也好、扭蛋也好、咩都好咧，係有翻嗰個表情，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正喎。係即係嗰個咁蘇花套戲，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只雕像都 OK 嘅。嗯，系啊，咁啊，除咗有少少偏之外啦，咁你哋睇下揾嘢浪翻，唔系，其實我浪翻正，真係比較喜歡雷神多少少，即係無論啲細節位啊、上色啊、表情啊都 OK。係啊，開幾好。開我自己反而覺得，即係當然其實本身個造型同埋嗰個陰影位，其實我係覺得 OK 嘅。嗯，啲辣上去嘅即係戰紋都冇問題。不過。個面上的上色，我覺得可以調做好啲，條脷嗰度，條脷顯地係冇。嗱，咁我可以睇下 pan 啊，條脷個色就兩，其實兩隻條脷嘅色都係差少少。但係因為 Hawk 個樣細，sorry， 係對眼個眼雷神都有出入。雷神個樣細啲咧，咁你唔會話咁執著。咁佢以呢個 size 嚟講，佢呢個樣咧，我覺得真係都好收貨。雷神個樣好收貨，係。咁就因為阿 Hawk 個面大好多啦，所以就好似相對嚟講係少咗啲咁多 detail 位置。係啊，冇錯，最主要係個 detail 同埋上色。但兩隻擺埋一齊咧，就都冇乜，即係都 OK 噶啦。尤其是咧，雷神嗰個披肩都有舊化嘅，都算係舊。係有鐵線做，淨埋整穿咗某啲位咁樣去舊化，殘咗嗰啲咁樣。咦？但係個價錢其實都唔算貴喎，以雕像嚟講。幾多錢啊？玩具店。玩具店嘅老闆。八百零蚊啦，兩隻都係。兩隻八百零。即係老年咁大有八百零蚊。係啊，你即係細只啲嘅有八百零蚊。俾四都要。6000起碼嗰啲咁啊係，但係其實如果800多元，其實以往嘅雕像呢個價錢都係亞灣係咁上下嘅，佢即係其實佢冇乜點起個價，佢 set 呢個價錢嚟。香港人嚟講，其實呢個 size 就安全好多嘅，即係入境又容易，即係 display 又容易。但係佢唯一嘅危險地方係唔可以墜地，係係啦。咁啊雷神咧，咁啊仲有跟埋咗呢一塊咁樣嘅牌嘅，有咩用啊？唔知道，即係地台有乜用啊？又唔係地台，普通地台咯。但係佢企到上去，即係正常佢好多都係呢種地台嘅。咁因為啲可能呢套即係佢配咗個全景地台，可能靚仔啲咁樣，所以就配埋呢個全景地台。咁好啦，係咁多啦，應該冇乜嘢加，都冇乜特別嘢。咁啊，睇下嚟緊。Iron Studios 會有啲咩嘢新作再帶俾大家咧？咁到其時我諗佢都係走呢、這個呢、這個 size 嘅啦。佢因為拉神都跟1:10㗎啦，你冇理由無啦啦白船咧 send 買第二個拉神，咁你跟住之前有啲人儲開，唔係啲人儲開呢個 size 就全部都係跟，係咯，跟呢個 size。有 Star Wars 㗎，其實。哦，係啊。係啊。好咁啊，今集就到時有 Star Wars 咪再介紹俾大家咯。係啊，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一陣間見，仲有嘢。